30年不变款式和技术的鞋厂还没被淘汰，是时代的悲哀。看来你对我的方案不是很满意。对于一个投资人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时间。一个月之内把你的团队定下来。可以。想要研发新的产品，就需要强大的设计。新腾越的第一款鞋，我希望它是最好的。 放我店里，让腾越和大家一起走下去，就是我的道。日常管理，我帮你搞定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可以免你2年3百万的租金，换你腾越70%的股权。徐思，你够了！你挡我的路，撞我的人，抢我的地，现在还要逼我搬厂子。这个厂房原本就是属于我爸爸的。 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要卖腾越，是不是？这真的是天方夜谭吗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江湖好。这是你认为的，在他看来根本不需要。有的时候不是光靠进攻就能取得胜利的，以退为进，你才能看到更好的未来。无论输赢如何。 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无论前面的路有多难走，我要百岁的朋友再辉煌百年。帮助这些企业找到机会，让他们成长，真正意义上的逆风而上。